号，村长李瑞带着女儿跳跳一起闯入马卡龙色系的高颜值软萌世界，妇女在这里欢度六一儿童节。妹妹，大家六一节快乐！宝贝，快跟大家说说你的六一节礼物是什么？爸爸给的。送了什么礼物？六一礼物。冰书。对。企鹅冰书。我今年收到了最好的六一礼物，是宝贝给我的。而且呢，我的礼物只能给一次，但是我宝贝的六一礼物可以给很多次。宝贝，来给老爸的六一礼物再给一次，对，去六一，好。儿童节当天，李瑞和跳跳跌入了满屏美食糖果的甜蜜空间，巧克力的前台，冰淇淋的沙发，粉嫩的床，琳琅满目的美食，每个角落都散发着童真童趣。他们置身的就是长沙最像甜品店的造型中心，探秘甜蜜梦幻的你好漂亮 SoSway 儿童美发乐园。所有来宾都身着礼服，化身童话世界的公主，重回童年时光，唤醒儿时记忆。看着村长李瑞的现身，大家也迫不及待询问今年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筹备的怎么样了。对，凡是一切能够让孩子和家庭越来越美好的，村长都支持。所以今年我们的《爸爸去哪儿六》啊，我们的芒果 TV 的《爸爸去哪儿六》，然后呢，今年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。然后特别高兴地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年有非常非常棒的演员加入到我们这个其中，所以大家会有很多的期待。我们的拍摄的行程表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搬着小板凳坐等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了。芒果新闻，这个儿童节 so sweet， 报道。